拉开，你看拉开没？你看拉开。哦，拍个视频留念，因为这多少天了。以前，你像这个谁小木嘎跟艾拉搭配的时候，就是扶的小木嘎，嗯，把拉开往那，把那个艾拉往这一拴就行。但是这次你看，这个拉开，绳子拴着都不管用，嗯，一直乱动，还得抱紧它。你看，看时间，你们看时间吧，根据。得有三分钟左右了，从一开始。有那么长时间？有。哎呀，我拿凳子。我都成啥了？你看，还抱着他。我这脑门上这汗呀，一直往下滴。哎呀，这属于就是红袍一穿，福神上身。刚才我确实我给一直抱着他俩了，要不然这拉开他俩根本就粘不到一起。嗯啊，这次我把拉开一直给抱着不让他动，这次行了，没事了。如果要是不控制拉开的话也够呛。这哪成了你啊？他这一次他还没有人家艾拉配合呢。行。好了。啥激动的呀，你以为他们。我把海盗的绳子再稍微拴一拴。他不让，这会儿拉开不想让我抱着他了。啊，不想让你拽着他了。嗯，没事，现在两只手都撒开了。看看金阳脑门上的汗，看见没？啊，看我汗。看他的汗，看见没？哎呀，现在已经有个18-19度吧。嗯，是。啊，应该来说的话，这天气已经够凉快的了，没想到这脑门还能急出汗来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红围裙、红袍没有白买，你看这一段时间利用价值多大呀！现在啊，嗯，现在外号都有了，这叫福神，直接大家都给我封号了都。看，拉开。这衣服太显眼包了，就跟哎呀，开了吧？哎呀，你这整的。他自己会脱扣，这家伙。看，往那边摔啊，往那边摔。这回总行了吧？看看我们家海盗。哎呀，现在是季节，也跟季节有关系，也是天热。一会儿下碗面条喝就行了。好不容易出点汗，还要吃面条。饿了都。现在就有10分钟了，是吧？海盗，你看人家海盗多老实。你看拉开，你看你啊，这一次你是不是跟那个莉亚学的啊？小莉亚就是跟猴一样，你来回跳来回干嘛的，不让动。你看把人家海盗拽哪去了，拉开这绳子，你看松的，你看人家海盗。你生气了是咋的啊？那小尾巴摔的跟鞭子一样，摔的我疼着呢。太难了啊。拉开跟海盗搭配，这家伙吵死个人。第一次，这是第一脚，正式的就是直配第一脚。前两次都是输的那个啥，输的精。哎呀，这个拉开是真难办呐！这一次主要是福神上身，直接给抱住，不让他不让拉开动，这才正儿八经的让他俩给直配了一次。回头也这个事儿我也想不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拉开是到底是出在哪个方面不对了啊，他就是一直跟猴一样来回的乱动，要不就是躺下，要不是就转圈，你这真也气人。好的，海盗呢，但是他真给力啊，海盗是真给力，人家也是，你看看他，人家不管啥时候跑一天了，人家回来之后干这个活人还是猛如虎，这有可能就跟大家说那一样，有可能是拉开前两天是这个时间没到，这现在到了之后你看看，稍微的扶那么一会儿，他直接就上去了，
也有可能是过个一天半天的吧，他有可能海盗如果再去给他搭配的话，他有可能不用人扶他就能自然搭配成功。现在考虑一下这个 Lucky 也就这样吧，就只配这一次，然后前两次也输了两次精了，就不给他搭配了。想现在是想的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带胎几率有多高啊，反正这一次直配应该是没问题。一开始都以为我们海盗不行的，你看看现在已经十五分以上了，十五分钟以上了，现在还在粘在一起。哎，他这家伙干这活是没问题的，我们外号叫啥？小地炮。啊，不光是干这活，打架也是没问题，不管你是多大个子，我照样给你打。啊，这个也是，永远不差他们。来回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吧，看你这家伙，来回乱动。25分钟。这次我们海盗心里有底儿了，不找拉给了，看，不找拉给了。一开始上场的时候，你看他那劲头。一直撵着拉黑，你看拉黑也撵着他，这会儿没事了。哎呀，海盗今天有功劳了，又整的鸡肝，又整的生鸡蛋，吃吧。辛苦了，忙活了25分钟。够不着。拆开吧，不行，拆开我怕他吃我的零食。吃吧吃吧，带绳子吧。对呀，这次拔河海盗辛苦了。晚上少吃一点，喝两个鸡蛋，吃几个鸡蛋。明天咋整？明天接着补。啊！哎呀，鸡蛋你喝了？还想吃鸡肝？对呀，鸡蛋不喝，想吃鸡肝了。鸡肝今天不让喝，吃那么多。吃点就行。嗯，让他吃点就行。